现场的朋友呢也可以好不好，跟我们的朋友一样是都能够这么热情这么嗨。好了，当然这一首歌刚刚有灯光了，那相信大家也是一颗明亮的星星。是的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带来这一首歌曲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我好喜欢业务部的，对他们好嗨哦，好开心，你们业绩一定会，你们业绩一定会很好，